大家好，我是组合里面最帅、最年、最年轻。好，我是最年轻，我是最冷静的王俊凯，然后我也是组合里面的最老的王俊凯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因为种种原因，所以今天和王源在一起主持《原文在脑》，所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啊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和你的 Give Me Five 成不成功？不成功啊，肯定不成功。你居然还 Give Me Five 强行的，就是连强行的打我，你什么意思吗？很明显就破坏家庭的。第二个就让王源唱《爸爸在哪儿》。爸爸在哪儿是什么东西？能不能快一点？这首歌好难听啊！我这首歌里面一直在询问下辈子我要做你的女人。弄错钱，弄错钱，哎呀！平常还会做一些什么娱乐活动呢？平常做完作业一会儿，有时候会看会动漫。然后我呢，就是有时间会看动画片。霍马斯的小火车吗？都邪了，变态了。那如果你在那个世界里，你会加入调查兵团吗？哇，白痴保命。我在北京不就上学吗？上学上课。好，大家听着吧，就是学霸是怎样炼成的。那个等会我会出一本书，叫做《学霸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欢迎大家来购买。老人与学霸，我啊，就是上学啊、上课呀、认真读。好，这就是学渣是怎样炼成的。开个玩笑。我要结婚了，我等了你15年，应该够久了吧？你撒谎，你才13岁，还差2年。然后就全国各地到处跑，然后。全国各地，是东南西北啊。你西去了什么地方？想说我们三个是多久没有来过厨房一起做菜了？我们三个之前一起录过的节目。不是说了改版之后再和大家见面吗？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放出来呢？这我来解释一下。嗯，不是因为大家想我吗？切，怎么可能想你？要是一直想我。想问的就是，你们想上《爸爸去哪儿》吗？就是我们爸爸带我们，还是我们带自己的孩子？我们爸爸带我们已经有10多岁了，然后我们带自己的孩子的话，可能以后就是爸爸去哪儿，爸爸去哪儿第10几岁。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的励志亲子节目，非常好。然后等以后长大了再说吧。那就你就直接说你想上就行了，你不用解释这么多。值得猜测成长的烦恼。报三维要用写字量吗？不行。对不起啊，坏人说不行。这个可以啊，现在就拍张吧。我会去那个商店里面把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全抢来。天衣无缝。那你们觉得你们会单飞吗？单飞这种事，我觉得现在就不应该去想这方面的事儿吧，就上天怎么安排就。哈哈哈，凯姨，如果有女生强吻你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你说你怎么办啊？我跟他讲道理，讲不完就。就怎么样？就跑。那算什么？哎呀，我这台上来之后下不了手，怎么办？鼓起勇气 ，Go！ 然后我就是不开那个东西，然后就是我真的下不了手，你这怎么？然后就是让我哭一下。王源的舞蹈，然后进步特别大。为什么你们两个进步特别大？没有，我觉得我进步比较大。我都有进步，只是我比较大。谁说的你进步比较大？
凭什么这两个名字？我觉得你是队长啊。没有啊，我对你要谦虚，那就是我了。啊，我还没说王源呢。嗯嗯，我无话可说，不好意思。我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就是长得太好看了，他不知道怎么描述。王源，顺风耳，然后顺风耳。这是一个对，招风耳。好久不见了，大家身体还好？耶，向明天对不起，向前真不客气，一路有你，这么斗志无限动力。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。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。